个宝儿，两个宝儿，三个宝儿，四个宝儿，五个宝儿，五百枚。咻，可不是在说网络游戏的五百枚哦，而是真的有五百位正妹耶。没有错，由日本 Gmodel 所开发的网页游戏《女神出任务》可是创下了最多女神角色的世界纪录咯，而且马上就要推出中文版本了，我们赶快来看看到底有多壮观吧。史上最多美女角色游戏《Megami Engage Crystal》即将推出中文化喽！日本手机游戏厂商 Gmodel 宣布配合中文化及在地营运推广，正式将《Megami Engage Crystal》的中文名称定为《女神出任务》，并公开多位女神的角色设定。这款游戏集结超过110部作品、500名以上美少女角色，创造今世世界纪录，史上最多美少女角色登场的游戏。网页未来将全中文化以及支援行动装置游玩，目前更是热烈的展开事前登录的抽卡活动，有兴趣的玩家们不妨期待一下这款众多美女的作品吧。